开启局风景，日前由主任委员涂大松代表庙方捐赠了一只会当拖行的橡皮艇财政勘察车，由台南市市长魏铁代表接收并颁发感谢状。这台财政勘察车将有效充实消防救灾车辆强化灾害抢救的时候。开启局风景，爱心不落人后，奉献社会，日前捐赠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大队所属的安南分队灾情勘察车一只。玉皇宫更加加码捐赠橡皮艇一台，进行水域救援使用。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代表接受并颁发感谢状，促进台南市救灾功能更加完整。伫社会公益，感恩道上人遮济吼，除了看灾车之外，还有橡皮艇，还有这个附带的拖车，这拖车也要申请牌照的吼，所以说真的是对咱社会公益做足啊够。住宅火警火灾警报器哈，老板列吧，六万颗的，一颗250，哦，就六万颗的1500万，哦，这东西足大的一笔的经费，哦，大家除了对玉皇上帝大天尊的敬拜，啊，列为神尊的敬拜以外，对着防疫的工作，对着社会公益的工作，对着这个减灾的工作哈，对了。救人的工作，开启玉皇宫拢是咱社会的上界前线哈。开启玉皇宫主任委员涂大松表示，今仔日捐赠的灾情勘察车马力比较较大，会当拖一只橡皮艇，清区撩水，有助救灾出勤的任务。咱迄内底出现乌呐，吼乌呐是讲有当时啊，咱啊迄个大风台啦，啥连续大雨对无？有当时会中水。啊，这动作的时阵，你若无即落去拖，你要用啥去拖？吼，啊，这四轮传动也会当消化蓄水，伊的迄个也会当较悬出来。啊，尤其即只牌啊啦吼，伊后壁旋外机，吼，啊，你茫讲你迄个动作的情况下要出动啦，要创啥？吼，迄个救灾的速度啦吼，效率会较好。吼，啊，嘛希望讲，有当时啊，咱台南这咱的政府也好啦吼，也是咱只大企业吼，来会动的时阵，敢若来消化来补强即个。政府有算上咧执行的一个时间的落差，来予咱迄个地方咧发展较紧的所在，然后会当有较侪资源。随后，伫玉皇宫道长蔡明轩的带领之下，由市长黄伟哲、主委涂大松率领贵宾做伙为勘察车甲橡皮艇举行整车的仪式。这是市长黄伟哲的初体验，伫道长施酒甲手摇地震的引导之下。市长黄伟哲手提浮梁，夜水净化车辆，祈求救灾人员行车平安。记者陈嘉欣北区采访报道。